创新驱动呢，肯定还是对于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啊这些方面，将来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驱动力。嗯，那你呢，从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来说，应该说科创板这种推出设立吧，对于我们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呀、这些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应该说基本面非常好，我们的国内的市场也非常庞大，所以对于我们来说，应该说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我想从我们的回旋余地啊，包括我们的经济增长的动能啊，这些方面应该说都还是非常好的，也非常让人自信，很有底气的。那您对中国的经济有没有信心呢？在下面的发展啊，这个毫无疑问，应该说这个是啊，